只因被妹子拔一根白头发，男人的伤口就瞬间开线。阿强刚刚做完手术，本想躺在家里好好休息，此时兄弟打电话约他出门，还声称遇到了暗恋阿强的女神。可阿强此时不方便行动，只能对兄弟说自己生病，没想到兄弟却带着妹子前来。娘，天哪，一看阿强病得如此厉害，兄弟觉得应该留下帮忙，刚坐下就被阿强叫到一旁，他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病情。还让兄弟赶紧带着妹子离开，可天气太热，妹子只能留下吹会空调。都生病了还那么勤快，于是妹子就帮忙擦桌子。阿强显然有些站不稳，好在妹子及时上前搀扶。阿强露出痛苦的表情，只见兄弟在一旁偷笑，刚坐到沙发上休息，妹子就询问阿强手机充电器。回来时突然发现阿强头上有一根白发，于是便好心上前帮忙拔掉。你们卡了？卡了我。真的修不密把你安静的不理卡在。지효야, 운소리 잘하고.